姥姥，这么恶心的皮你买它干嘛？你小子不懂，真皮才好吃。这玩意这么硬，能下你嘴吗？臭小子，姥姥做出来香得很。不皮先抄下嘴。姥姥，两百八买这玩意儿，猪肉不香吗？你等啥？姥姥给你做个豪华版的猪皮凳。就你这，不玩这回吃你算了。姥姥，你洗这么多遍做成什么样子啊？姥姥怎么跟你形容呢？待会你尝尝不就知道了吗？猪皮放三个小时就可以吃了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姥姥，这好香啊，我都等不及了。比猪肉好吃吧，回家叫妈也学。